喂，魂殿怎么越来越小家子气了？净干一些欺负小孩的事儿。力量在那儿。天劫斗技，真的是天劫斗技！这也是天劫斗技！这次我们发达了！发达了！子妍，破了这阵法，看你还怎么蛊惑人心！燕分尸浪池。魂殿怎么越来越小家子气了？净干一些欺负小孩的事儿。我收回刚才的话，你连小屁孩都打不过。萧炎，他在吸斗气，这遗迹是魂殿吸斗气的陷阱。不对，魂因果不是假的，吸斗气的是遗迹主人。一定是他害了我爹。老头，这遗迹主人是不是你？姑娘，你这小小年纪本事不小啊。啊，你对我宝藏中的斗技不感兴趣？哎呀，我早已陨落，这都是幻想，姑娘要不了我的命。那这里的宝物你通通可以拿去啊。哎，丹药你喜不喜欢？哎，你缠着我有意思吗？
终于结束了，先走一步。